这棒出去很高，还在飞，还在飞，哦，出去了，红不让，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他是去年中职的打击绿王林立，而这林立也成了防疫期间民众最想听到的两个字。把应援口号小小改编了一下，林立变成了林立，代表了林确诊。转播单位的粉丝团大秀文字梗，两个林立排排站，林立 back to back， 象征连续两天的林确诊。网友大呼要天天林立，天天林立。还有人说这几天林立应该被大家念到从耳朵痒到了扁桃腺。讲到林立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最近的确诊啊，最近台湾林确诊。林立是乐天桃园的选手，不只是去年中职的打击王，还是总冠军战最有价值的球员。因为名字的谐音，成为现今讨论度最高，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职棒球员。球团方面脑筋也动得快，林立入袋，击球全世界都能拥有林立的威力。连续两天零确诊，相当振奋人心。而职棒球员持续在球场上拼球技，台湾的医疗人员也努力在前线拼防疫。只希望未来每天零例之后，民众可以早日进场看零例。记者林中正、孙杰，桃园报道。